欢迎收看哎阿公讲座教室。刚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来做鱼。一二鱼二水中油所需要的材料是塑胶绳，就是这个长短一直长的，一直这里短的，这里长一点，这样绕两圈。我的设立墙圈，你要我的绳就是这样上面，另外一条哦，这是另外一条。对啊，另外一条，这一条再穿转过床后面这一个来，转到哪里呢？转到这个后面，这个第二条后面。好，第二条后面，它再转回来前面第一条。欢迎收看。第一条这样转过来，把箍这样手拉出来。妈妈，你看好不？拉紧吗？对啊，拉紧。妈妈，你看我的面，好像。拉紧，呵，那。多余的线要给剪刀剪掉，才会这样哦。拉紧后，鱼就出现喽。这是我的海底世界。